哎，啊，哦，我马上到啊，马上到。谁呀？哎，老康说，老苗给你做饭了。那会儿，他就不让他说想尿呢。哎呀，我早说了，他妈老人别什么事儿，我别不让我说，怕麻烦你们。爹，你别放倒。来来，我来。以后可得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们，要不然这膀胱就给憋坏了。新龙啊，这十里八村多亏有你了，要不我早就给尿憋死了。老康叔，你这是说甚话？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？放心啊，老康叔，由我来。哎，是了，是了，本村里人啊，都指望着你了，托你的福啊。喂，你到了吧？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行，那你回来路上慢点骑啊。啊，放心吧，啊，你先睡吧，我这完了事儿就回去了。嗯。老康叔，最近胸口疼的老毛病没再犯啊？哎，不碍事儿了，疼起来啊，我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哎，不敢大意了啊，那可是要命的病了。过两天我和明子带你到县里的医院来去检查检查。哎，不用，不用，疼得厉害，我就给你打电话叫你。行，那我先回来吧，看叔。啊，好，没有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快歇着，歇歇，我去歇着。啊啊，我先回来，以后有事早点打电话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静龙，静龙，那个，咋了？有啥话说啊？我听说你要到县城开诊所了。哎呀，还没定了。没定了啊？没定了，好，没定了，好。啥了？哦，我没说声，你回去路上慢点啊。哦，那个，这是硝酸甘油片啊，你爹胸疼憋气的时候，你给他含上两片，这关键时候能救命。还有，这是下火的，这是消炎的。哎呀，静乐，你看。前几次的账还没给你结呢，办了。哎呀，等秋天收了果子再说。啊，那好，那也好。帮把门弄上。哎，好。慢点。行了，你慢点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慢点啊。事儿了，那你赶紧睡会儿，天亮了，咱俩还得去县城看出租房。明天你先去吧，完了等妈妈再换药。家里伸手都指望不上你。
是啊，5万块钱，哎呀，这也太贵了吧？贵？你看看这房子的地段，左边是医院，右边是学校，那是中心区，做啥生意都能赚钱。那能不能再便宜点嘞？不行，5万块钱一分也不能少，还要一次性预交1年的房租。是啊，一次性交5万块钱？哎呀，老板，我这手上可一下子凑不出来那么多钱呀，要不咱们按月付行不？你呀，想租房现在就交钱，没钱免谈。哎，老板，行，那你容我回去再凑凑，等过2天凑齐了，我一次性付你，行吧？行，那就可快点，过时不候。上次送来没还有了？哎呀，我估计这快吃完了，给你备上一袋。来来来，你坐下坐下坐下来。嗯，你换一会儿啊，慢点啊，你这腿上有伤，你就不能走路，你知道吧？来来，慢点。仙龙啊，不用一直换药，麻烦了。你的伤口化脓感染了，更麻烦。你这伤是在脚腕上伤，不敢多走动啊，更不敢沾水。你家里要是有啥活了，你喊我媳妇儿，让我媳妇儿过来干。回头我再给你开上2天的消炎药，很快就好了。仙龙啊，这么多年一直是你们两口子照顾我，要不是你们，这会儿我还不知道活成个剩了，恐怕早就……是你说的剩话，我不是早就认你做干爹了吗？儿子照顾爹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啊，这人呐，就得认命了。我这辈子光棍一个，没儿没女，要说是命不好，可没想着老了，老天爷只派你这好娃来照顾俺了。要是我这命还是好啊，干爹，你这是赶上好时代了，这是您老有福气了。算账。仙龙，我爸算了一下啊，这个账单上村上人欠咱的药费、诊费加起来是个4万多，再加上咱的存款，够交1年房租了。不是吗？交房租？对，5万块钱房租。不是，你是要闹剩了？你是要找村里人要账去了啊？对呀，欠账还钱嘛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行啊，咱都跟人家村里人都说好了，秋天才找人家算账，你现在找人家要账算咋回事呢？剩咋回事嘞？咱娃不是要去城里上学吗？特殊情况，特殊对待。我跟你说啊，咱跟乡亲们说清楚，他们能理解。理解也不行，村里人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家就是因为没钱看不起病才赊账了嘛。眼下情况也没有改善，你现在找人家要账去，不是给人家难堪了吗？难堪？嗯，甚叫难堪？咱家小宝不能去城里上学，那就不难堪了。对了，
明天要账，咱俩一块儿去啊。要去你去啊，我不去。哎，凭什么？啊，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我得到村里果园子里面看看去，你们地里的活总得有人干了吧？你。说好听的，咱是个医生；说不好听的，那咱就是个农民。当医生，不能靠看病吃饭，还得靠种地过日子，这算甚嘞？这下好了，两头都顾不上，两头都亏着嘞。行了，娘，那我今天先走啊。啊。可是这我这两天着急用，你赶紧给我筹点啊。娘，我这个没办法。长时间才遇到你，你说，你说嫂子，行，那你先忙，我走了啊。好。主任，主任，啊，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就不让大家来帮我干活，这咋又来了？别急，行了，大家是看着你呀、啊，每天看病忙，就顾不上地里的活，都是自愿跑过来帮把手的。果园的活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干了吗？这老老小小的，咋好意思了吗？这有啥嘞？你不是也天天给我们服务，帮我们瞧病治病了吗？对对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让大家受累了啊。真有事嘞，行了，啊，咱都是自家人，还可套事了。就是，哎，行了啊。我听说你要离开咱们村，上城里开诊所呀？有这么个打算？真要走呀？是这嘛，主任，咱村里小学的情况你也清楚，那爱萍呢，就是想让小宝早点到城里上学，所以，啊，玄龙，你可真不该走了，你要是走了，那你二大娘的病，那谁管呢？现在咱们村啊，就剩下老人和孩子，这好多老人啊也得照顾。这么多年，也就是你在这顶着了。你这要一走，这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心里不安生啊。就是，还没定呢，还没定呢。我要不我再回家跟爱萍再商量商量。好啊，啊，玄龙，哎，二大爷，俺们大伙。都舍不得让你走嘞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二大娘，你看，你能不能先给你闺女英子打个电话？他们小两口不都在南方打工嘞，就让他们先寄回来点钱了。他们也没有钱，每个月呀，他们除了在外的吃住开销和孩子上学的费用之外，把剩下的钱全寄给俺了，哎，都怨俺这身子不争气呀。你也知道，我这糖尿病转成肾炎了，一天三顿都得吃药，还不断的去医院去做检查。哎，寄回来的那几个钱呀，还不够给我看病吃药用的嘞。二大娘，我这也实在是没法子，小宝要去城里读书，我们还要租房子，这都急着用钱嘞。要不你就给英子妹打个电话吧，让他们同事借点钱先寄回来，把咱欠的账多少先还上点，行不？小宝他妈，你就别逼我了，我们已经够拖累英子的了，我们一家跟上我这病啊，
是一天儿过得不如一天儿啊！我给你二大爷手上真的是没有钱，要不等他收了秋，等收秋以后，我让你二大爷就是借钱，也把欠你看病和吃药的钱给还上，你看行不？二大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回去跟兴隆说啊，就是二大娘要好生的谢谢他了。这些年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他隔三差五的就来给我送药、看病的，还让我赊账。有他在呀，我就能多活几年。你说是吧？啊，哎，回来了，洗手吃饭吧。饭我都做好了。哎呀，你平常看你做的，我学的瞎做的。你这地里活这么快就干完了？主任和二大爷带着几个人过来帮着一块儿干呢。蒸馒头了。哎，热了一下，热了一下。来，吃。嗯。咋样？吃。好吃。那啥嘛，就是，今天过来帮着干活的人都是老人和孩子。嗯。我其实看了心里面还真的挺不好受的。就是嘛，所以说，咱得赶紧出去，不能就指着弟弟那点东西，咱得想办法多挣点钱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想出去多挣点钱啊？对着呢，啊，就是，但是你想过没有了？那咱要是走了，那村里面生了病的老人和孩子咋办呀？你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跌打损伤的，要么就是忍着，小病就熬成大病了；要么就是到县里面多花钱看病去。你也知道，咱这么多村儿，那么多户人家，那不富裕，家里都是贫困户了。他们贫困，你富裕，你现在连孩子上学你都供不起。哎，咱们交个房租，那还得厚着脸皮去讨账。你以为我就愿意看那老乡们可怜兮兮的样儿？兴隆。哎，来了！哟，二大娘，你咋来了？你这有病得好好休息了呀。你这是？兴隆，大娘知道，这些个鸡蛋不值剩钱，可是大娘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更值钱的东西了。你不要嫌弃，这多少也能顶几个债吧。剩下的账呢？那不行，就计利息吧。等秋收了，有了收成，卖了钱以后，大娘第一个把欠你的钱还上，成不？二娘，不用。娃，天地良心，大娘是打心眼里感谢这些年你照顾我。你放心，你二大娘也是个讲良心、顾脸面的人。不是欠账不还的人，给拿着。哎，二大娘，这是干涉了。兴隆啊，有出息，考上了城里的卫校。
那咱村里人，那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吧？因为没有钱，这上不成学吧？那大家伙那就是凑钱，也要让娃上学嘞，也打着。咱的鸡蛋值多少钱？剩意思。剩意思？这是二大娘拿来抵账的，啊！你一个一个算清楚了，值多少钱？咱别吃了亏。我也没有让二大娘拿鸡蛋抵账。你好意思？那二大娘是谁了？啊？那是我的恩人，你不知道。那当初我考上卫校没钱上学，二大娘把家里边仅剩下的80块钱和乡亲们凑份子才送我上学念的书。那没有二大娘跟乡亲们，我就不可能上学，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今天，没有他们咱俩就不可能认识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承认是二大娘和乡亲们的帮助改变了你人生的命运。可是这么些年你免费出诊，你给乡亲们省了多少医药费，你贴了多少钱，你付出了多少辛苦，那乡亲们心里也该有个数。咱们欠乡亲们的早该还清了吧？账是还清了，情了。这么多年了，那二大娘一直是把我当亲生娃娃看，倾其所有，就怕耽误了我上学念书，怕耽误了我的前途。你说说啊，这片情，这份心，用钱能还得清？行，二大娘是咱的恩人，她的账咱不要了，那其他账嘞，总不能都不要了吧？你明天抓紧时间去把其他账要回来，租房急着用了。我明天去看二大娘，没空。啊，新罗，二大娘在吗？啊，在，在，在。二大娘。哎，对，别起来，别起来，您歇着，歇着。啊，行动，你快坐。啊，我坐这儿行了，坐这儿行了。兴隆，你咋又来了？咱不是说好了，等秋后收了果子，第一个还你钱吗？我不是来要钱的，我是来给您送药的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还有呢，还有呢。不可能嘛，我算着你吃药的日子了吗？真的有的，真的。你看，嗯，这二大娘，这吃药是为了治病了吗？那你要是省了药，不按量吃，那不是耽误了你的病了吗？来，我，哎，不，俺不能要，我还欠着你的账嘞。你娃又要上学，我没钱，我不能要。二大娘，钱的事以后再说嘛，但是药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吃，你记着，二大娘。只要有我贺兴隆在，你二大娘永远吃得起药，啊！拿着。我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兴隆，有你在，我们就谢兴了。二大爷，
喂，徐宁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啊，我走了哈。哎，你慢走哈。我在城里累死累活的，是为了胜了，不就是为了早点给你攒够那个手术费，把咱的病看好了吗？我没病，我不用你瞎去操心。爹，你咋就把我的好心啊当成驴肝肺了吗？是啊，你说是？你说谁是驴啊？啊！你个小子，你干嘛老子了你呀？哎呀，啊！看我不收拾你！爹，爹，爹！哎，你，哎，兄弟哥，你看看爹这打我作甚了吗？这是，这咋的？有啥话不会好好说吗？咋还动上手了？哎呦，星罗，我不是打你了，我打这个小子，咋回事啊？星罗哥，我爹他不去医院做手术吗？说嫌费钱嘞，啥？怕费钱？星龙哥，我爹的病一直是你照顾着，你劝劝他，他听你的。咋了嘛，徐老爹？这不想到城里医院治病了？哎呀，不看，没用。我自己的病啊，我知道，治不好了。啥叫治不好了嘛？又不是绝症。我是医生，我说能治好，那保准能治好了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治了不治了，这孩子在外面挣点钱，那难着呢，做个手术全花光了，不值当。是了是了，我听说徐宁在城里混得还不错啊，都当上工头了吧？其实钱花了，他可以再挣的。就是因为这。我才不想治了，这人要是有了病啊，想保命。往后的日子，那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啊，就说你们村的二大娘吧，为了治病，天天啊，把药当饭着吃了，啊，顿顿少不了。你说，我以后要是像他那样，那巡夜挣那俩钱，还不都得花在我身上啊？到时候啊，孩子难过不说，我这辈子。都还不清这笔冤枉债呀，哎，所以啊，听天由命，活一天呀，算一天。不是，徐老爹，你这账算的有点不对了吧？你说，你怕徐宁给你花钱，怕他难过了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万一哪天你，万一哪天你那病越来越严重？他不更难受？他难是甚？你看，徐老爹，你这徐宁是个孝子了吗？他拼来拼去的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健健康康的吗？那闹了半天，他拼死拼活的，你的病还没康复，你就不怕他难受一辈子？再说了。你就算到城里医院治病花了点钱，那不是还有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吗？能报销不少呢。你想想，你回头病也好了啊，再把孙子一抱，这日子过的，是吧？啊，对吧？你都回来了。哎，对，哎，是吧？对吧？那我们一起来。我们一起来。来。行了，哎，你安排时间，他随时去医院。哎，行龙哥，你还真行啊！那就这么快就把我爹给搞定了？到底你是他娃了，还是我是他娃了？不信咱哥俩换。说正经的吧，你爹手术以后你咋打算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胃切除手术重在康复，挺重要的。哎呀，其实我是这么想的，等我爹做了手术回来呀。在村里头，你帮着我照顾一段时间。可是你不是准备进城了吗？那我只能靠自己了呗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星龙哥，我自己能行啊，自己能行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啊。哎，爸爸。
哦，宝儿。哎，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你咋来了？爷爷跟妈妈在屋里说话，不让我听。是吗？啊。哦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。啊。哎。我们怎么还没钱？赶紧就拿上。爹，我咋能收你的钱？回来了，兴隆。兴隆，咱爹拿过40万块钱来，说是让咱拿到县城里开诊所用。什么？这几天啊，好多乡亲们都给我打电话来，让我向你们求求情，问这要账的事儿啊，能不能缓一缓来？爹，这是我俩的事儿，我俩自己解决，您老就别管了啊。爹，照理说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该是我俩照顾你才对。可是你看，我俩这一天天忙的，又是种地又是看病的，甚事也顾不上，还得让你帮我们带着小宝，你已经够受累了，我们咋好意思再拿你的钱嘞？是了，爹，这是您的养老钱，我们咋能拿？这不好意思要我的钱，就好意思要二大娘的钱？当年是谁第一个拿出钱来送你上学的？咋，忘了？我知道，啊，你们这也是为小宝好，想让孩子将来有出息，可那也不能。你们要是觉着啊亏欠我，就把城里之算办好了，等挣了钱，那再把钱还我啊！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要不，干脆把我也接到城里去，跟着你们享两天福，啊！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谢谢爹。走吧。把钱拿好了。啊，拿好了。被马蜂给蛰了，我得过去看看去。哎呀，那咱租房子事儿咋办？你看着该咋办咋办。慢点。哟，你找谁呀？急得这么快？要了命了，好像是兴隆，肯定是着急给别人看病去了。一会儿到，一会儿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哎。
怎么？来，帮我一下。哎，你这咋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等一下。哎，好。没事，没事。我就……哎呦，你脸这么大事，要不先送你去医院吧？哎，没事，我是大夫，我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。 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。是啊，你这个人咋不讲信用嘞？你不是说好等我两天吗？是等你两天，现在几天了？一个星期都过去了。兴隆，兴隆，哎，兴隆，你咋才来了？快，快点，兴隆，你看，把我这，这，你这脸咋了吗？没事，小李，快，快，快，三姐姐，兴隆，你这脸要紧不要紧？ 要不要先上医院看看去吧？咋样？三姐，三姐，你好，翻过来，哎，裤带解开。 三姐，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要再干重体力活了吗？你这是闹事了。别提了，他是怕你走了，没人给他看病，就弄点蝎子，换点药钱。太平。 太平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不过我有个办法，过两天啊，咱们卫校同学不是不聚会吗？到时候很多人都来，这不乏有很多行业里的成功人士。我想呢，到时候你跟兴隆一起来，这里面啊，肯定有人能帮上你们。真的吗？啊，哦，对了。 到时候诊所要是开起来了，这药我全给你包了，而且我都给你出厂价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的老同学呀，这下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，我可得好好感谢你啊！都是老同学，你还这么客气干嘛？这样，这顿饭我请，老板，来来来，加俩菜。哎，来了，我从家给你拿了件新衣裳。哎呀，这咋好意思了，可不敢要，你自己穿。 哎呀，我有呢，你看你这衣上都划破了，来快快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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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，长点身高。哎呀，我一个糟老头子穿这么好的衣服干什么了？你看，老来俏，老来俏嘛，你老了才得俏呢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年轻十岁吧？对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来，把那个把镜子拿来。来来来，拿过来，来照一下。 你看，你看看，美吧？这个贺兴隆啊，我是最早的有所耳闻，真心真意的为人民服务的人。我们这戏拍起来可能天热呀，就是相对来讲，别人会觉得挺艰苦，但是我觉得。 比起来，将近20年的时间，这个老百姓服务的，中间他所受到的苦，还真是不算什么。我们的专业的技能和手段，让你把这老百姓撑下来。起起伏伏，一等一户慢慢征途，扎根在这片热土，历尽艰险，茫然四顾。
再祈求命运眷顾，用智慧和汗水谋出路。走执着坚持的无悔路，这颗心支撑还一如最初。为心中的理想而付出，才让温暖和大爱有归宿。心手向前，不孤独，我们还为幸福。走平凡英雄的路。